各大连锁品牌奶茶店、手打柠檬茶店都卖疯的鸭屎香柠檬茶，居然还有人没有掌握到正确的茶汤泡法，跟我来。首先呢，量杯中冲入二十克的鸭屎香茶叶，接着倒入500毫升的热水，盖上盖子闷泡9分钟。时间到后，把泡好的茶汤过滤在300克的冰块中，最后把冰块搅拌均匀，这样茶汤就可以备用了。鸭屎香呢，作为这几年非常火爆的一支产品，是各大连锁品牌奶茶店都会上新的。那这款的话，它整体的香型记忆点非常的强，而且兰花香非常浓郁。无论搭配柠檬茶、鲜奶茶、百香果、龙眼，做出来非常的凸显茶香。如果说你的柠檬茶喝起来想要接近邱大叔林记林里这种香型，那我们这一款卖了10000多单的鸭屎香，你绝对要去尝试一下。我们呢是一家茶叶源头工厂，就算说大家买30包起也有批发价，买1包也有赠送全套的配方海报菜单。如果说量大需要批发价，需要风味定制，欢迎来联络。